你还要待多久？待到你喜欢我为止啊。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你不会要说是那个苏暖夏吧？是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这几天受了那么多苦，就是个笑话。你不是要当志愿者吗？你怎么没有一点绅士风度啊？像我这么优秀的人喜欢你那么久，你一点都不心动吗？不对，我在这儿躲着干嘛？像你这么优秀的人有很多，难道我每个都要喜欢吗？也是，像你品味这么差，也就只喜欢苏暖夏那种人吧，算我看走眼了。苏暖夏，他比你这种自以为是的人要好太多了。